きますね。慢了，慢哦，慢慢哦。有了，有了。蓝色了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哦，好像有变成紫蓝色了，其实也蛮可爱的。啊！这里竟然是厕所，外面看不到里面，但里面看得到外面的。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。看得到。好。好。很恐怖，你会觉得外面人很像在看你，但其实他们是真的看不到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婷，今天呢来带大家玩新系必玩的地方，这里是金代狮酒造，这边离新系车站超级近，所以有很多自由行的旅客都会特别来这边哦。它的门口呢也非常有日系风格，所以来到这边啊都会在门口拍上几张照片。一进去呢就是凉爽的商品部，这里有更棒的东西，就是冰淇淋，等一下就来可以吃。进去就先换鞋子，就可以进去酒造厂参观咯。来到这边的朋友呢可以事先预约免费导览解说，里面呢不能录影，但是可以拍照纪念。游客也可以披上他们的日系工作服合影留念哦。参观完还有日本酒试喝区，我们来试喝这里的酒哦，有酒精跟没有酒精的。嗯，好喝耶，很顺耶。哎，好顺哦，喜欢。干杯，干杯。哦，嗯，好喝哎，还像那种果冻粘稠的酒，它就是米嘛。哎，好喝耶。嗯，好喝。这里有超酷的扭蛋，而且它是像一般赏这样，就转到就有酒或者是礼物。来换钱，来看有没有拿到一整。跟你一样啊！来手，来手，来手！我好红糖哦，礼物的，一等奖，一等奖，哎，哦，啊，蓝色，啊、玻璃，玻璃，玻璃，耶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喜欢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他是陆小晴，记得在下方留言，他会抽出这次的礼物哟。啊，被抽出去了，本来不想送的。拜拜。突然就下大雨了。今天的 OOTD 是走那种观光客夏天的 OOTD 戴草帽，结果现在是下雨耶，我的天哪，听这个声音就知道这雨有多大。拿了超可爱的伞，我们要来逛这边有名的鱼市场。这里有一个超酷的贩卖机，就可以直接就买到那种冷冻的海鲜食品，好酷哦！哇，全部都是螃蟹，这人一定想吃。我发现日本的鱼市场都好干净哦，而且不会有那种臭腥味，或者是地上一堆垃圾，完全不会。就来到这边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里真的是很舒服。然后如果你在这边买海鲜，就会发现哎，这里海鲜比外面的还要便宜，便宜超多的。竟然还有蟹膏。看起来超新鲜的，一元钱好便宜哦！一元钱，这个好想吃哦！这个好厉害哦！螃蟹做的可乐，各位、欸、买了啦 ！YouTube。然后我刚问那个公关说好喝吗？他说不好。然后乐总就说他秉持着 YouTube 尝试的心态，一定要买来喝。买了买了，我期待你的 report。要喝喝看。那个人在说不好喝，超好笑。是我们的导游。对，但我们还是想喝喝看，到底有多不好喝。搞不好不会啊，对不对？这边才有的优若乳，这边真的可以逛很久哎，好漂亮哦！海的糖果哦，看着可以送人哎，这海的糖果很漂亮，感觉要适合送给喜欢的人。好，你要送给谁？哇，自己付钱。这个就是月光米，新系有名的就是他们的米，非常多种类。逛完鱼市场了，现在要去咖啡厅。这家货柜型的咖啡厅就在鱼市场旁边哦，走路不到一分钟就到了。一进来就超级香。这里虽然小小一间，但是它咖啡的种类还蛮多的哦。听说这个很有名，非常特别的咖啡，所以可以买回去。而且这有两种哦，这种是有巧克力风味的。
因为刚刚有人在拍摄，然后就问我们买了什么，然后因为林大还没买，他就说他现在要买了，结果他一拿就拿这么多。因为刚刚他问了小晴，然后也问了思源，然后就在旁边，他说：“哎，那你呢？你买什么？”我就赶快去拿。来这里真的好舒服，因为这边里面有充满着咖啡香。来到鱼市场这边旁边的咖啡店也可以来逛一下哦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去下一个点喽，我们要去吃饭。在日本哪里都好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里好多人哦！卖什么？这里好赞的感觉哦！对啊，好高级的感觉哦！它的叉子也好特别，哇！它的 menu 里面有很多的食物可以点。那我们今天是吃这个套餐，可以自己选猪，或者是鱼，或者是羊。好好吃哦，这猪排超级软嫩的，哇塞！我们刚吃完正餐，然后我们现在吃甜点，是直接换一间哦。哇，我们来到甜点区，是不一样的地方哎，哇哇，起鸡皮疙瘩哎，哇！それとともに鍛冶職人の1000人を超え日本の代表選手他们默默的就送上甜点了哦哦，现场看真的好像飞起来哦，哇哦，这个完完整整的地址还有冰淇淋满足，吃完了，我们要去下一个点了。等一下去做汤匙，然后刚刚吃现在超饱的，你知道吗？肚子都吐出来，你看他的肚子都快哎哎哎，刚我吃，听说晚上吃更好。Oh my god！ 我们到啦，就是这里，厌世产业史料馆。听说今天是休馆的，为了我们。哦，反光。对啊，有点反光，大家看不到。我们要准备来做了，这个是用酸化反应来使汤匙变色，为自己的汤匙擦的上色。哦，开始哦，来，已经变色了，已经变色了，你要注意了、哦。再一下，已经在紫了，已经来了，要了，要了，再一下，哦，这个速度很快哦，慢慢的，拿上来，ゆっくり上げてください。哦。叫两只，哎、欸欸欸、完全不一样哎、欸，好漂亮哎、喔，有点紧张哎。好，我上。ゆっくり多做。慢。停的越久的话，你的间隔会越明显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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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俩速度比较像。对。来换若彤的。拿起来。你原本想要什么颜色？好正常，没有骆驼一个拉太高，它的颜色一次就没了，还有机会再一次放回去就可以，对，挽救挽救，这可以从这里一次这样子过去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回来，所以这个拉的时候要控制好。慢了慢哦，慢慢哦，有咯，蓝色了，拿起来，哦好像有变成蓝色了，其实也蛮可爱的。超可爱的，这是我的成果。刚刚再把我的汤匙加工了一下，我把它做成了两节式。骆头说，蓝色的餐具可以让吃的人比较美食鱼可以减肥。你确定那有科学根据吗？有啦。哇，验验他们特有的技术。Like a magic， 很像魔术。Magic。哇。然后它变回去就是整个摸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好厉害，这个比头发还细的铁，真的 magic， 然后就送小东哥，小东哥这个太重了，我先放在这里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前往我们的温泉会馆，我们从白天玩到晚上，而且好漂亮哦。我们到了，这是今天住的饭店，我超喜欢这种饭店，真的哦，很有感觉呢。
哇，这里好漂亮哦，真的好舒服，这整个大厅就很舒服了。对，沙发也好舒服，一切都好舒服，这里太舒服了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我们的房间好酷哦！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客厅，还有我们自己一间房，这是十元的。耶，这是我的房间，好舒服哦！林丹喜欢这种家庭式的，就是有中间有客厅，然后跟分隔房间。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安静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喜欢自己一间，像是肉桶。我会有个人的房间，怎么我会把它锁起来。哇，这里有面膜哎！它是动脚的，就这个我刚刚跟你一模一样的。我刚刚也是就这样，哇，面膜哎！然后时间就这样，白手，这不脚的。然后你刚刚一来就，我又说哇，面膜哎！然后这时间轮回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而且听说这边的饭食也非常非常的美味，所以期待，好期待，等一下要吃什么啊？这里的路上完全就是看展览的路上，我以为我在看展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到处都是这种画展啊，然后艺术品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呢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包厢，我们有自己的一区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吃自助的晚餐，所以等一下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 buffet 有什么。满足，超级满足，真的。我们早餐吃到饱到爆炸，然后午餐是吃那个，我已经忘记了。然后现在又吃buffet，天哪！可是就是还是要吃。我跟你讲，再饱都要吃，因为来到这边你就是一定什么都要吃一下，跟他运动一下。还是我们出去跑山，因为我们在温泉会馆外面是，你知道，他说是也可以去跑马拉松。饭店里面就有那种便利商店。超可爱的，我们吃饱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回到饭店休息。我们今天住的是当间高原 Bellunadi 度假饭店，那这里有公共澡堂、亲子浴场，然后也有私人公共浴场，就是私人温泉那些。外面还有打高尔夫，超多人打高尔夫，没错，它还有迷你高尔夫，而且还有桌球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SPA， 就是可以享受。所以如果真的是来这边住的话，建议不要只有来一天啦，不要一日游。而且我觉得这里最棒的是，它可以带宠物同行耶，这里是宠物友善度假饭店。看他的浴场，大浴场，桑拿，露天，然后露，哦，这是那个，哦，这好棒哦，下雪的时候好棒，对，下雪的时候感觉超棒，美人汤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要去泡温泉了，期待看到明天白天的度假饭店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晚上，明天带大家看。大家早安，我要九点就要出发，所以早一点起来整装吃早餐。今天早餐也超丰富，早餐种类也非常多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整个餐厅的 view。等一下去的是一个网美打卡圣地，所以好期待啊！然后等一下还会吃荞麦面，这里真的太漂亮了，白天在这里真的太舒服太舒服了，都不想回去了，天哪！出发。我们到了，哇，青金峡溪谷，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，好漂亮，就是一个世外桃源。我们现在就在青金峡里面，然后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温泉，所以等一下上去也会闻到温泉的硫磺味。在这边也有温泉会馆，就是很多人会来这边泡汤。以前人都是走那种很像攀岩的路线，然后现在已经封起来，我们现在要走隧道。刚刚听介绍说，这个隧道是日本这边花了200亿建造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每走一步就大概300万。手工卖票也有这种自己买票的，大人是1000，小朋友们是400。然后很贴心的，这里有中文。入坑券，哎，非常的清晰明了。哇，我们来到这里了，很棒的景观。然后看到这个柱状的条纹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这个是海底火山岩形成的柱状条理。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一个平平的地方？其实就是以前的人都从这边走，就是这以前的路。但是这样爬真的超级危险。这里竟然是厕所。
外面看不到里面，但里面看得到外面的。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。不看得到。好。好。真的很恐怖，你会觉得外面人很像在看你，但其实他们是真的看不到的，真的超级清楚。外面看真的看不到哎、欸，哇，这是第三个地方，好漂亮哦！这里完全可以拍时尚大片。刚刚导游说叫我们先不要看哦，来，他说什么都不要看哦。我现在只是跟着大家脚步走，看到光亮，哇，这里太漂亮了吧！这里真的很值得来，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仙境。因为现在影片可能看不出来这里有多漂亮，但其实真的很漂亮，你会被这个场景所震慑到。回程的路上呢，我们来到青金峡这里的一个贩卖部，上面就是可以泡脚的地方，里面有咖啡厅，然后卖水、卖冰以及欧米亚给，然后还有衣服哦。我们现在要来泡个脚。下一个行程是什么？我们要去吃荞麦面。你是很喜欢吃荞麦面？对，我超喜欢吃荞麦面，因为我喜欢凉凉的东西。就是干嘛笑拇指？笑，还在笑。因为这个我想不起，我刚刚在上面整个走下来，刚泡完脚，很舒服哎。它下面有卖一些毛巾啊，然后还有是衣服，是你泡脚的时候弄湿，你都还可以有机会。有人这么笨掉下去吗？因为那个水很浅。应该是不会。刚刚蛋说这里很适合休息。你没听错，休息哦，因为他说这里没有办法购物嘛。对。然后只有山。温泉、岩石，踏踏青，吸一下这里的分多精。今天最后的行程就是来吃荞麦面了。一进来就是和式，哇，是和式哎！一来就先上一杯茶，啊，这个是他荞麦面的菜单。听说这个是他们卖的最好的、最有名的。哇，超大的！虎视眈眈的人，很多菇的炸物，这也是，大家好幸福哦。荞麦面的汤也可以这样直接喝。他们说这个煮面水对味很好，也可以加刚刚的那个酱油就变成汤了。边吃面的风景也是超级好，好惬意哦。李丹问说我们的螃蟹可乐呢？待会到机场再喝。我们已经都吃饱了，今天是我们的回程移动日，然后要回台湾咯。我们现在到了成田机场，没错，现在要来喝一下螃蟹可乐 Honey Cola。哎，你不要咬。可以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很像药水，是酱油，很像酱油，很像感冒糖浆。闻一下，这是可乐味，我可以闻一下。没有糖浆，我可以闻一下吗？可以，甜的，好像可乐糖的味道。对，可乐糖是不是？来闻一下。好，来采管，喝谁采管？来剪刀石头布，各喝一口吗？没有输的，把最后剩下的采掉啊。怎么样？我可以，没啥味道，所以它真的没有感觉。可乐啊，店员是反行销、逆行销，然后我就买了，对，就买了，没有螃蟹，片场喝，来，完全没有，就是可乐，然后酱油，完全喝不出可乐，没有那个味道。你喝一小口就好，喝一小口就好，多可。怎么样？就可乐啊，对，可乐，完全没有味道。我觉得我很像在喝龟甲万，你不觉得吗？很像，很像。就可乐，对，是不是？而且就是可乐糖的那种可乐，不好意思，滴下来。螃蟹造型的可乐，所以就是可乐。什么脸啊，这个人？没有，我在看他后面有没有写他有加有耶，他有加含盐，所以他是有加。
泡啊，应该是加什么蟹壳之类的。哦，就是这个人过敏的成分。等一下他要养死了。加一些什么甲壳素之类的。对对，其实不会难喝啦。OK OK， 下次可以来挑战一下。等飞机，等一下就要准备回台湾了。整趟星系之旅，分享一下这趟的星系之旅哪最印象深刻？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吃寿司。你很常吃寿司吗？不是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差很多。对，第一天比较累，吃到很好吃的东西，很开心。非常谢谢我们的接待人员。对。很好，他把我们当成公主在服侍，他说 Lady First， 的然后他会说这是我的荣幸。我喜欢做汤匙，因为台湾没有做过，啊、对，很特别，嗯，每个汤匙都是独一无二，留纪念的，大家真的可以来试试体验一下。印象最深刻就是今天的荞麦面，很道地的日式荞麦面，然后。它真的是，就是你知道像竹盘这样、超多，超多，而且其实日本的荞麦面真的很好吃，真的，因为小晴一直说，哦，怎么那么好吃，对，我狂吃嘞，天妇罗也超好吃，哦，我还有印象深刻，就是我们每天都在逛便利商店，接下来我们第二天睡的那个也是印象深刻，因为平常根本不可能睡那种房型啊，对，民宿型的温泉旅馆，我超喜欢那个温泉旅馆，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有一个公共浴池，而且是大澡堂，没有体验过去那边。对，我第一次裸体的，你们坦诚相见了？他没有，他是有点害羞，用了小毛巾遮一下。但是在日本很正常。对，这支影片就是精华，全部里面都是我们觉得很棒的。没错，没有不好。青苔那我也超喜欢，太漂亮了。欢迎大家真的可以来星系玩，也可以搭虎航哦，已经真的很棒，是跟都市很不一样的体验。谁来你要来，虎航直飞超级方便，然后回台湾了，走啦，拜拜。谢谢 Ken 上，辛苦你了。我们会很难搞吗？我一定是好咖。耶，好咖！哇！回程的终点是怀旧排骨饭，排骨超大块的，这个是台湾五王卖最好的餐厅。OK， 终于回到家了。这一趟的星系之旅真的很好玩，而且东西也非常好吃，真的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到星系来玩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喽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